周深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就是那一次帮唱，其实我是也是输得心服口服。论明星第一次听周深唱歌能有多震撼，这反应简直和我一模一样。明明是帮唱，却把自己唱成了特邀嘉宾，这种事儿也就周深能做到了。周深，你没有考虑上春晚吗？对呀，我觉得你唱的应该更好更成熟。我建议导演组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周深作为特邀的嘉宾，在直通春晚的舞台上给他一次再次展现的机会。而唱大鱼时的周深杀伤力有多大，不仅让关晓彤现场飙泪，更是让第一次听他唱歌的陈奕迅化成小迷弟疯狂表白。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大鱼是一个男的唱的。周深的声音真的是很震撼的，很震撼的。好听，好听，好听。周深可以驾驭不同风格的唱法，并且将这些唱法贯穿在作品里，而他独特的美声唱法不仅被称为海妖，更是被评为鲜艳派。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一个歌坛的一个门派，终于又有了新的传人，鲜艳派。比如说像齐豫啊，齐豫、哦、像朱哲琴，包括我觉得王菲也算了。在综艺节目里，嘉宾互吹彩虹屁是最常见的现象，但如果开始从专业角度讨论，那这件事儿就不简单了。让我很惊讶的是，你没有经过训练，如果是你训练过的，我不会惊讶的，我是惊讶是你没有训练过。来呀，走走呀，欢声哟，打破时光。反正有大把方向啊！哎呦，鸡皮疙瘩！天哪，我的妈呀！最钦佩的一点是，周深唱歌技巧娴熟，唱的歌曲难度也很大，却不会被说炫技，也不会被讨厌。这就依赖于他极高的唱商和歌曲中表现的艺术层次。可以说，他既有令人惊叹的演唱技巧，又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我听穿林大。刚才真的就全场一片安静，真的是被周深唱傻了。我每次真的，我每次听到周深唱歌都会有这种，哇，就身上就会，你知道，无法。不要是男人，你看看人那嗓子，你瞧我这。是，来，咱们还是颁奖。周深是不世出的那种歌手，就是不用你去犹豫，因为以前做别的歌手你还想半天。然后或者是因为是自己公司的，或者是因为什么，但是周深是你听一耳朵是哎，说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这不亏了吗？是不是？你当然喜欢，你听听说哦，用这样的声音来唱唱我写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是这个很幸福的了。当然了，你想象中他可以唱成那样，但是最终去完成的时候还是要做很大努力啊，但是你把一个歌手从
老天给了，老天爷赏了这条嗓子，然后你再用祖师爷教的那些东西去教给他，说你应该怎么去，这个想象自己，听见自己，然后捅破这层窗户纸，能够让自己的心灵跟自己的嗓子连起来。就是每当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幸福，就是你通过努力，你看到他从唱出来像个黑白电影，然后慢慢有了颜色，然后慢慢就像我说的，他蓝色降落伞开始唱出来是白色降落伞，白的，然后慢慢他有了色彩，然后他慢慢有了动态。就是这种训练的歌手，这个最缺失的实际上是色彩跟动态，就是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说的特别简单，做起来是所有音乐人终生追求的，其实就是六个字，叫知轻重。大那就是过于含蓄，上节目放不开。这种事情在周星星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根本不要面子，写歌编排粉丝那都是正常操作，演唱会上更是抓马怪附身，张嘴就是梗。我都怀疑他是德云社在逃演员了，下集欢乐喜剧人没他我可不看。我还盘点了几个他的搞笑名场面，吃饭的时候啊千万别看。我教你杀猪是吗？对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宝宝们少管我甜甜蜜蜜小白猪尝我一口明明明我在干什么，相信最近大家都看过这段全员猴化满地乱爬的视频。不得不说，周深的这句甜甜蜜蜜小白粥确实很下头，看得我脚趾头都抠出一座魔仙堡了。我真心觉得周深就是被唱歌事业耽误的声优，什么萝莉音、大叔音、御姐音全都能驾驭，还能用来唱歌。这首牛仔很忙，萝莉音一出，我直接喊老婆。哦啦啦啦，起毛雨，因为马骑不上去，骑到东西泡泡雨，因为可以玩玩具。我有颗善良的心，都只穿假牛皮。哦，跌倒时尽量不压草皮。虽然是个牛仔，但穿它直接牛仔。为什么不喝啤酒？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想长都靠不起。赤手空拳就做成蚂蚁呀。情商高，能撒娇，能搞笑。我给周深起个称号，合家欢型男歌手，老少皆宜，全年龄段辐射，他不火谁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金水深的森林把他带回到我面前，探究闻讯赶来，忙问他的姓名。你还想了又想，他说最近在央视爸爸举办的冬日暖洋洋晚会上，撒贝宁实力炫技，不仅挑战了地狱级难度的二次元神曲大拉崩吧，还一人分饰七角演唱，更是男女生任意转换。咱就是说，当初是靠唱歌保送的北大吧。最后冰雪黄昏呼唤男孩，他们又相见。于是何去碧山寻梅，人间见笑人家望，爆竹一滴
独宿连蝉，姊妹可言和着望。感动了家居之妻，酒伴爱客两山眼观望。闻到了山之高之远高，里雪高望与光扬。还有那山之高之远高，里雪沟通与力量。舞动了龙曲眼妆，有高兵衣咬着墙壁。敷衍了歌帅大地，花彩有别，可是宁被丧。就这样过去魑魅心美人间，且笑名家亡。手牵着一地独宿连蝉，姊妹可言和着望。骑上了龙曲眼妆，有高兵衣咬着墙壁。回到了齐鲁，进出辽沈朝阳，拱手扬龙城。